超级轻的，我觉得它甚至都快比牛仔裤还要轻了。它不是一朵一朵的，这一次我们是做一片一片的熊宝贝的 QQ， 一片一片的，里面呢是做非常舒适的一个内里哦。你还会冷的粉丝，你就再加毛衣。有没有看到袖口的range？它非常多的空间让大家可以去加衣服哦。胸前的口袋超级可爱的，每一次啊最经典的款式都一定要做上胸前的口袋。那除了可以当外套之外呢，其实扣起来当一个衬衫上衣其实蛮可爱的，它就像一只小熊熊一样，长度呢我觉得也很将将好。重点是这件穿起来颇瘦的，也显白啊，因为有的毛毛就是穿起来有点胖胖的，这件真的不会哦。今年很流行奶茶跟巧克力色，但是有没有发现妞儿呢色啊选了一个很特别的颜色，有点像咖啡又有点像巧克力，它不是正宗的咖啡色也不是巧克力色，它是介于两个混合之间。它这一次啊是利用这种黑扣比较撞色感的，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可爱。它是有点米色的，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亮白的女生你可以买米色，然后如果你是比较韩风的女生你可能会喜欢刚刚的咖啡色，两个颜色都很好看，都很实搭百穿哦。我觉得真的是买这件衣服真的 CP 值很高。